那我上去了。是吧？爱宁。嗯。你的呢？我的。我也要。我怎么还有包袱啊？在干嘛呢，女朋友？我在图书馆呢，放一会儿。表情。Jane，林雨晴去联谊了，没什么大不了，算了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呀？我第一次知道啊，我们普大的图书馆搬到沙滩上了。这打扮的多漂亮，也不见你见男朋友的时候这么用心啊。某些人在网上的视频也挺帅的。我今天可是看到一堆人围着你转啊，你笑什么？笑我男朋友吃醋的时候还有点可爱。等很久了吧？没事，我也才到。回学校吗？我陪你。雨晴啊，你王叔叔家里条件好，下礼拜要带着儿子到家里来，你也过来吧。我不会去。哎，叔叔你好。你是谁啊？我是雨晴。不要在外面认识什么乱七八糟的男孩子，知道吗？我这女朋友去她哥家吃了顿饭，就要跟别人跑。吃醋啊？我怎么找了个这么爱吃醋的男朋友？谁跟你说我吃醋？